近日，沃城警方微博发布警惕新版 PL078574 开图假币。微博提醒，这种新版百元假币呢，仿真度高，票面凹凸感强，抖动时声音清脆。市民该如何面对这种仿真度高的假币呢？以 PL078574 开头的假币仿真度高，和真币相比长度短了2毫米。假币正面左下角的100字样通过不同角度观察不会变色，假币正面的右上角处没有100字样的水印等。专家介绍，普通市民在鉴别人民币时不能光靠眼睛看，还要用手摸。这个是盲文点啊，盲文点这个是凹凸感，因为真币呢全部有凹凸感，它是凹版印刷的，假币是这个胶版印刷的，它是摸上去比较滑的。目前假币变色油墨的技术还没有掌握，因此市民只要看到在光线下人民币正面左下角的变色油墨无法变色，基本可以断定是假币。假币现在个变色油墨就是一般人基本上还没造出来啊，只要是看变色油墨。而有种真假币的合体，就是所谓的变造币，是目前鉴别的难点。太仓台报道。